重点是剑士要近靠他会被打。看有个萝莉多轻松啊！对啊，前面你是还好，因为东西不多。等到你后面一大堆东西要你捡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。你习惯走过去捡，你是没有遇到地上一大堆东西要你捡，你会一直往狂弯腰，我会像是这样子嘞，狂道歉嘞。你会是这样子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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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很喜欢电视，不知道，可能是我以前就电脑烂吧。打怪都很卡还是怎样的，所以玩剑士玩得很累。我要怎么放技能 K 吗？真攻击，角色等级达到六，都是达到四个。来，我们先看一下商城在哪里。商城在哪里啊 ？F11 吗？嘿嘿嘿嘿嘿嘿嘿。来，我们先看时装哈。这个是这个1276是之前风之谷剩下的啦，我应该不会买这个吧？这个啊，这个好像基本的，不要，我们现在看外观。哦，也没有脸型、蓝色，哦，都还好哎，功能道具。直升95等，哼，现在等级这么高了，扩充，看好，扩充五个包包要39块钱，宠物，鲜肉小屁孩，哇，宠物要这么贵啊？哇，然后像这种都有天数的，你要再花天数去搞它啊。可爱阿福，哎，这也太贵了吧！哦，加魔功跟悟功哦，哇，太贵了吧 ！VIP， 之后考虑买这个吧。如果真的有一直在玩的话，哦，要不要买这个啊？哎，好看呢！哇，啊，我现在抖内还没开，其实是可以把那个啦，那个
那叫啥？把那个之前那个是哪里？我又忘记名字。可以把退群那边的连接拉过来这边啊，确定。高级时装 GB 功能道具，其他七天哦，应该够用了。确定，宠物，这是什么宠物啊？三星狗，不要。旺旺，可爱单身狗，输入，来，宠物就这样出来了，那就天数的，哦对啦，他有经验值哦，怀念哦，要花钱去搞这个东西哦，时装，装上去啊，来看，重点是龙之谷的时装是有加属性能力的，所以跟其他我们所谓的时装不一样。去竞技栏左边有件和特殊宝，什么竞技栏左边？你说这个吗？哦，这个哦，我不敢领哎。可到1月1号，12月24号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不能先看吗？女神币。那这个嘞？称号，哎，这还好啊，领取。这是啥？称号。等级限制95以上。12月18号，这要先领哎。哎，是不是要都先领啊？我想说时装留给卡莉耶。我看来我要先创一只那只角色了。这怎么可能？等级限制95到95啊，这个一定是要买 VIP 才行啊。青菜啦，你看包包就是这么小，5×2=6，5×6。눈이필요한거니그곳의날씨는차가우네哎，我怎么在战斗中喝水啊？不然右边那个提示跳出来，我好烦躁。这游戏是 play to win 什么意思？就电脑游戏啊。李克。
成就入场。哦，走路变快多了，傻眼。你看，这就是时装的威力。你可以又美又强又漂亮。你看，狗狗自动捡，除了补品以外。天，技能还没点呢。他问的是，哦，是不是当客郎就会赢了？嗯，对。这款游这种游戏就是你钱砸得多就会赢。啊，首先你要看你是不是欧洲人呐、啊。你要当有钱的欧洲人，或是当没钱的欧洲人，就要看你。也可以那个啊，不用氪金玩开心玩啊，就是氪个基本嘛，就是我讲的啊，因为它时装可以不用抽，也可以直接买现成的时装，只是属性能力一定比较亏一点的，哎、欸，真的是打不开刀怪，等一下有蚊子咬我。那机甲萝莉她有另外一个职业叫炼金术师，就是真的是拿泡泡枪在打怪啦，她就是可以再丢一大堆无为博，很好玩，可以丢 buff 啊什么的。啊，무슨일이지？이곳에快点，我们要看剧情。我们又要看剧情。我们又要看剧情。反正可能这几天下午就开台玩这个吧，冲冲我的观看数。那晚上还有 UHC。哎，好了没啦，没有想看你。
安安哦，那我先加头盔。我要火枪啊！能拿到吗？哎、欸，兔子哎、欸，眨眼，像这个兔子啊！这兔子干嘛的？啊，然后他把我带来这边，我是要死了，糟了！我所记得这兔子跟以前的不一样，啊，这里又是哪里？我要怎么回去？这是哪里？我谁？哎、欸，这个我记得是很后面的地图、欸，哎，我怎么回去？糟糕了！完了。是啊，我怎么走回去？法拉，哇，返回村庄是。拜托，不要让我在这边。哦，好险！不是啊，我现在领一大堆东西出来，就包包满了，怎么办啊？然后换这个，兔子功能我记得是以前额外多开一个，不是吗？使用期限至1月16号，啊，不是过期了，北七哦，你是干嘛的？哎、欸，还没点技能哎、欸，我要怎么点啊？忘记了。
哦，单身狗怎么不捡钱？我单身狗嘞。有金兔啊，我觉得我忘记金兔以前怎么刷的欸。动不起来。哦，玩剑士还有个好处啊，可以一直跑。我听到了，又是兔子的声音。你是不是想害我？村庄啊？不是吧？你怎么不给我东西呀、啊？这能干嘛？迷之大陆村庄，算了。然后这个啊，都会有外挂，然后都是选圣骑士，不是圣骑士啊，牧师，然后都会看到一排人走一模一样的路线，很好笑。
回头了。我回头啦。